各位法师、各位来宾，下午好！欢迎出席今天下午的网络座谈会《与新冠病毒共存亡》。这是由莲山双林寺、大悲佛教中心、福海禅寺、福善庵、观慈精舍、海印古寺、佛教广化寺、灵峰般若讲堂、妙音觉院、新加坡博奥禅修中心、妙华山自度庵、普明寺、菩提佛院以及佛教药师行愿会所联合主办的。新冠肺炎病毒于2019年开始肆虐全球，至今已有超过2亿人染病，450万人死亡。随着新加坡接种疫苗的人数超过总人口的 80%， 政府也逐渐放宽管制，并策划人民与病毒共存的模式。但是近期社区感染率直线攀升，老年患者的死亡数字也令人堪忧。社交媒体和网络上仍然充斥着许多具有误导性的言论，这使得人心惶惶。我们可能心里有很多疑问：我们接种的疫苗有效吗？疫苗对变种病毒有效吗？新加坡真的能够转换操作模式，与新冠病毒共存吗？如果我们或家人受了感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保护我们身边易受感染的人吗？这些都是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网络座谈会能够探讨的一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两位很资深的医生，赖建文教授以及梁涵女教授，为我们分享与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详情，以及新冠病患如果不幸往生时所应该注意的事项。在两场演说过后，我们将会有问答时间。如果您有任何提问，请将问题输入 chat box， 我们会尽量替您发问。现在，请允许我介绍今天的第一位主讲嘉宾，赖建文教授。赖建文教授目前担任陈土生医院传染病高级顾问医生，他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以及南洋理工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赖教授也是国家传染病中心传染病研究和培训部门主任。除此，赖教授更是一名杰出的科学家，他的研究在世界顶级的国际医学期刊，如《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篇幅超过240篇。我们非常荣幸地能够请到赖教授今天为我们分享接种疫苗的谬误与利弊。赖教授，请。多谢林医生的介绍，我很高兴能够在今天下午跟各位探讨这个论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相信各位昨天已经在这个媒体上看到这个部长们关于这个我们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疫情的趋向，还有慢慢的这个解封的这个方法方案，所以这个要接种这疫苗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范措施。我首先要商讨的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必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根据这个 Delta 变种这个新冠病毒的那个来临。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群体免疫哦，因为这个 Delta 病毒呢，它就算是你打了疫苗，它还是会感染到这个已经接种疫苗的群众，虽然说病情会减低很多，也能够传染给其他人，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要靠其他人打疫苗来保护我们自己哦，所以这个群体免疫这个概念呢，在去年开始研发这个新冠病毒疫苗的时候呢。是正确的，可是因为根据这个 Delta 变种这个病毒的这个来临，我们必须放弃这个概念。所以为什么必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呢？首先就保护自己，因为就算是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的感染，我们在新加坡的这个数据，还有国外，不管是美国、英国、以色列或者是甚至是马来西亚。或者是这个澳洲现在也是有这个 Delta 病毒的泛滥，
凡是有打了这个疫苗的这个群众呢，居然感染到这个Delta 的病毒，病情呢是非常的轻微的，所以你会产生严重新冠病毒的这个几率呢，会减低10到15倍左右。好，所以首先为什么必须接种这个新冠病毒疫苗，就保护自己啊？接下来就保护他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虽然我也跟你说讲了，虽然接种了这个疫苗还是会被感染，甚至会传染给其他人。怎么保护他人呢？首先，虽然这个疫苗现在不能够完全保护我们，可是它还是能够减低这个感染到这个 Delta 病毒的风险。我们的部长已经谈过这个问题。目前的这个疫苗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效力大概是40%啊啊。然后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如果你有接种疫苗呢，你的身体你的免疫系统会比较快的清除你这个你身体里面的病毒，所以接种疫苗也能够保护他人，不要依靠这个群体免疫这个概念啊。而什么是严重的新冠病毒呢？相信大家也有在7月跟8月间每一两天都会有这个年老的这个病患这个丧失性命几乎全部都是没有接种这个疫苗的这个病患。严重的新冠病毒主要是会需要氧气，会觉得喘。如果这个我们给这个氧气治疗还不能够导致病人的病情改善，我们也会给他们治疗新冠病毒的特效药包括类固醇我们就需要进重症监护室。年轻人基本上需要氧气的这个几率是相当低的。我50岁过后呢，那个风险就明显的增加了。50岁过后呢需要氧气的这个风险大概是20%到30%之间。越老风险越高，需要进这个重症监护室的危险性呢，主要是60岁以上，这个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经验的数据啊。就是如果没有打疫苗，打了疫苗呢，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很低很低了啊，会减低大概10到15倍左右。然后这个接种疫苗这个效果呢，也不是在新加坡才有证实的，在国外不管是英国、美国、以色列都是这样的。然后在新加坡目前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目前在这个社会的这个病毒蛮少的，目前只有58位民众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不过如果没有接种疫苗的这个群众被这个新冠病毒感染到，又是年迈者，这样这个死亡率就会继续增加。所以很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是严重新冠病毒的危险因素。最重要的是年龄。你50岁以下基本上是相当安全，可是50岁以上呢问题就大了。就就算你是年轻人，不要忘记你有年迈的这个家庭人员或者邻居或者朋友。有少数的这个病患，比如说有癌症啊，有那个需要接受这个类固醇治疗之类的，免疫功能低下。这个所谓免疫功能低下，不是有糖尿病、高血压之类的。那些普通的这个三高的这个群众，不是免疫功能低下。健康问题最重要的是糖尿病、高血压。当然，如果你有心脏衰弱，你有肺病，比如说哮喘，这些也是有高风险的这个健康问题。就算你什么都没有你年轻你也没有健康问题，如果你超重了肥胖这样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很多人以为自己不超重，可是因为这疫情开始之后呢，我们每个人都体重的增加了。还有孕妇孕妇就担心这个疫苗有副作用。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国外的数据、国内的数据都很清楚了，这个疫苗是非常安全的。就是你有没有打疫苗，你那个怀孕那个副效果都是一样的。可是孕妇如果感染到这个新冠病毒呢，
那个风险就非常的之高。目前在国内使用的新冠病毒所谓的核糖核酸的疫苗的副作用是什么呢？最主要是两种啊，过敏反应啊，这个大概是这个十万个这个接种疫苗者里面呢，只有必备的中等啊。心肌炎呢主要是年轻人啊，所以我们会讲接种疫苗之后呢，最少两个礼拜不要做激烈的运动，不要做运动啊。这个也是大概是十万个这个接种疫苗这个人中之中呢，大概会有一位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是非常罕见的副作用啊。然后其他的这个疫苗会不会比较好呢？就是所有新冠病毒疫苗都有副作用的，比如说科兴也会有过敏反应，那个过敏反应的这个机理也是差不多一样啊。接种疫苗后我还能感染到新冠病毒吗？当然会，不过严重新冠病的风险要低得多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很多人都会问，我既然感染到新冠病毒，我为什么要去接种疫苗呢？就是要保护自己，会很明显的减低这个新冠病毒的风险，大概会减低10到15倍。所以有接种疫苗的人，如果感染到新冠病毒，会有什么症状呢？他们有相同数量的病毒，所以他们可以传播病毒，这个很重要啊。而他们本身的病情呢，会很轻微啊，比如说没有症状，或者是有轻微的症状，比如说流鼻涕啦，轻微的咳嗽。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会传染给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民众。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啊。如果你有接种疫苗而感染到这个新冠病毒呢，基本上呢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除非你非常年老。所以我们记得前几个礼拜，大概是上个月吧，有一位有接种了疫苗的这个病患不幸的死亡了，他本身是90岁啊。所以我们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呢？首先，接种疫苗这个很重要。然后到目前为止，就算是有了这个 Delta 变种这个病毒，这个疫苗还是非常有效的保护我们，不会感染到严重的病情。所以，因为这个就算接种了疫苗，也还可以传染病毒呢，所以我们要戴上口罩啊，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戴口罩啊，就是戴在鼻子下面呐、戴在这个额头下面呐、甚至戴在手上哦。有时我们虽然戴好了口罩，可是当跟朋友、跟邻居谈话之后呢，因为觉得听不清楚，就会下意识的将那个口罩拉起来，这个千万不能够啊。也就是你去小贩中心或者去那个菜市场人挤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将口罩戴拿下来啊。如果本身周末去散步的时候呢，我就全程都戴到口罩了。5公里、10公里就戴上口罩，就是运动我戴上口罩，这很重要啊。如果你真的认为本身的健康不好，会高风险，要怎么办呢？避开人多的地方啊，人少，这个病毒是要通过人传染，人少的地方就比较安全，所以这要记住这个很简单的预防的这个措施。那我们有常见的问题，我有过敏症可以打疫苗吗？当然可以，除非你对那个疫苗本身有敏感。不管你是因为对药物有敏感，或对食物有敏感，或对这个昆虫有敏感，都可以打疫苗，除非你本身对这个疫苗打了第一针有过敏，否则的话可以打疫苗没问题。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的群众呢，对比如说20%到30%都有高血压、胆固醇，10%左右会有糖尿病，有些人甚至有心脏病、肾病、肺病、肝病之类的可以打疫苗吗？这是打疫苗最重要的群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如果感染到这个新冠病毒呢，病情会很严重的啊。有些年迈者说卧床不起，可以打疫苗吗？当然可以打疫苗，因为如果你卧床不起，就说你很多医疗问题。如果感染到这个病毒呢，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啊。然后前几个礼拜，如果你阅读这个新闻，也发现有两位死亡者从来都没有出过门，为什么会感染到这个病毒呢？这通过
比如说家人啊，或者是啊他们的这个啊这个工人啊，或者是啊来是上门来啊帮我们的这个啊这个人民众、啊、通过人传染的这个病毒本身呢，如果你本身是在这个森林里面，在这个山洞里面，从来不跟群众接触呢，那你肯定不会感染病毒。可是我们整个群体的这个啊、这个生活的这个也不是讲动物了，我们是人类就是群体生活的、哦、所以啊、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染呢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好，这、就是我所有的这个讲解，等下再跟自己再跟啊、各位啊、商讨问题。谢谢赖教授为我们这么精辟的理清了新冠肺炎的讯息。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今天的另一位主讲嘉宾，梁涵女医生。梁涵女医生是慈怀医疗科以及老年内科的高级顾问医生。梁医生是新加坡陈土生医院慈怀疗护科的主任，也是该医院医药伦理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他也是南洋理工大学李光前医学院的助理教授。我们非常荣幸的能请到梁教授今天为我们分享新冠病患的死亡真相。梁教授请。谢谢你哦，洪志。其实我们今天的大会司仪洪志哦，林医生，他也是一位专科医生，他非常谦虚，他没有介绍自己哦。但是这位他的朋友，我要介绍一下哦，他基本上也是一位专科医生，很感谢他帮我们协调今天的这个讲座哦。OK， 那么我在这里 share screen 一下，大家稍微等一下哈、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假设看不到的话，跟我说一声啊、哦。那么。我今天把我的这个课题啊命名为新冠病死亡的真相。那么为什么叫真相？是不是有假象啊？大家都知道，其实在网络上面呢、啊、社交媒体上面呢、啊、充斥着很多的错误的讯息啊。那么这些讯息呢，很多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也没有数据啊来就是支持他们的一些论点。那么但是因为人传人的关系，就是以讹传讹啊，大家都很担心呐 的问题，所以这些错误的讯息就误导了很多群众，不敢去打疫苗啊，甚至以为说打了疫苗以后就会很安全，那么就放松了自己的一些警惕，那么导致说这个病情就会人传人啊，搞得越来越多人就被传染到了。那么其实在我们医生之间，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在我们医生之间我们闲谈的时候，在几个月前我们就已经非常担心新加坡整体的这个局势、因为我们已经设立一个目标，就是和这个新冠病共存。在这种模式下呢，那么我们的一些社交的一些限制一定会逐渐的放宽那么如果我们放宽这些限制，那么人与人的一些交流啊就会比较频密，当然这种情况下新冠病这个病毒就会传播得更快速，就好像我们这几天看到的、那么每天的这个人数在一直往上升，可能从上个礼拜的一两百起，现在昨天已经到了的五六百起，甚至部长昨天已经警惕我们了，说可能到下个礼拜啊还是隔个礼拜啊一两千起一天啊也是寻常事了啊。那么我们就想到我们医生跟护士间谈起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样说，为什么说在我们医疗人员看到这种现实情况下，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很担心，我们很担忧，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观众啊、公众啊就是不愿意去打疫苗。那么在谈论过后呢，我自己的结论呢，就是因为我们医生护士看到的真相和民众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啊。民众看到的是在报纸和社交媒体看到的数字，每天染病的人数啊，死亡的有几个人啊？对于民众来说，看到的都是数字，但是医生跟护士看到的是一起一起的人间惨剧啊！我不是夸大其词，真的是人间惨剧哈、啊。那么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么说啊。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有几个。第一刚才其实赖教授有谈过什么是新冠病重症，新冠病重症会接受什么样的治疗。第二，我们现在国家安全吗？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安全吗？第三，如果染病了以后怎么办啊。那么大家知道我是慈怀疗护科的专科医生嘛，我每天看到的都是一些
罹患重病时间不长的病人啊。那么当我们问我们的病人呢，就是如果时间到了啊，准备要往生了啊，你希望以什么样的状况下离开？那么我的病人还是家属都会这么告诉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要走了，最好是不要辛苦，平平安安，不要拖太久，不要连累家人，不要在经济体力还是心力方面搞到家人都精疲力尽啊，这个是我们都希望的最完美的结局啊。但是如果你患上新冠病，同时又出现重症的现象，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因为新冠病本身主要它是攻击我们的呼吸系统，那么造成严重的肺炎。那么因为肺炎的关系严重的病人都会出现气喘、急促、胸闷、痰多啊。那么假设我们的病人呢是一些老年人，好像赖教授说的，多数染病的是一些身体抵抗力比较差、免疫系统有问题又没有接种疫苗的，尤其是老年人。那么老年人如果你把他关在一个隔离病房啊，又气喘又胸闷又多痰啊，那么有时候沟通语言方面跟护士又很难沟通啊，那么一个人在一个房间又喘，这种情况下呢，气喘就会导致心里生出一些恐慌的一种心理状态。到了晚上，很多重症的老年人因为身体荷尔蒙失调，会出现傍晚躁动啊，有幻听幻觉啊，混乱的一些状态。那么这三种东西气喘、惊恐、躁动，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你越惊恐越躁动啊，越气喘，因为你移动的时候就会需要更多的氧气啊。那么你氧气量用的越多，你就越气喘，那么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走的时候是蛮辛苦的。如果没有我们这类型的专科医生开一些辅助的药物减轻气喘痰多的问题其实是相当可怕的一种死亡的状态有时候说我们这些专科医生，我们会说止痛我们没问题因为很多药能够止痛。止喘就比较困难，因为喘跟心理的惊恐、躁动、慌乱是一起来的。那么假设一个重症患者需要更多的氧气，第一步我们会先给病人氧气罩。假设基本的氧气罩不能够达到要求，就会换成我们这个第二个照片里头看到的这个高流量的鼻导管。再不行就在嘴巴插一个内管在这个管呢就直接联系到一个呼吸机、一个机器帮忙辅助我们的呼吸。那么假设有些病人在加护病房已经插了管，可能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还是没有复原那么这个管也不能放太久，那么医生就要在喉咙开个洞，我们叫气管切开术制造一个人造的通道，再放入另外一个塑料管连接到机器来帮忙维持呼吸。那么在过去的28天就是从9月8号我提取这个数据的时候那么18%的这个未接种或者还未完成接种的人，就是可能打了一针还是打了两针但是还没有到两个礼拜有效期的人有18%需要氧气或者需要进入这个 ICU 我们叫加护病房或者重症病房还有死亡。但是你相比一下，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只有 0.78% 有重症的现象。那么就好像赖教授说的，你打了疫苗以后就有10到15倍的保护作用。保护什么呢？保护重症避免你进入 ICU， 避免个人死亡的问题。那么这个划不划得来呢医生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划得来的。那么加护病房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假设说是一个严重的这个重症患者他出现很多的问题急救治疗以后都不能够好，那么身体上面就插很多管，喉咙插一个管鼻子插一个食道管自己私人小便的部位放个尿管动脉静脉跟你插管有时候出现多重器官衰竭，洗肾也要放多一个管。那么很多老年病人如果熬不住的时候，就是在加护病房，像这个照片里头的老人老先生一样，身体插满了管，神志不清，这种情况下就离世的那么这可以算是善终吗以我这个专科的这个意见来说，这个绝对不能算是善终。没有一个老人如果知道自己的存活率很低会想在这种情况下离开，除非是特殊的原因
那么假设有些老年人或者医生判断说情形不适合去这个加护病房，因为存活率太低了，那么他可能会去到这个隔离病房，在隔离病房里面接受磁怀疗护，那么死亡啊。那么新加坡传染中心呢，传染病中心 NCID 它是什么样子呢？拍个照片就是这样的样子，网上也找得到啊。里头是一个隔离的房间啊，那么外部有一个小小个的一个空间，允许重症的一些家人最多来到这个门口，就是看病人而已，不能够进去的啊。那么到了晚上啊，如果是重症的老年人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气喘、惊恐、恐慌、幻听、幻觉的现象，又乱又喘又慌啊，那么家人通常是不能够探访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老年人啊，还是就算是年轻人也好，那么他的家人很可能也会染病啊，因为接触的关系，甚至啊，如果没有染病，也已经被隔离了。那么家属和病人双方面都是看不到对方的，最多啊，只能靠医疗人员啊协助啊，拿电话啊什么，做些视频方面的沟通啊。那么假设这些重症病人在这个隔离病房啊过世的话啊，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很心酸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家在网上也看过的啊，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故事，这些是真实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一些事项啊，就好像我们图片里这个医生一样啊，握着一个电话啊，让我们这个重症病人说最后的几句话道别啊。那么这个是真的事情啊，不要把这些失去的生命当成是报纸上的一些数据。接下来的几个月，国家会有很坎坷一段路要走啊。那么最重要的是呢啊，这些严重的病人呢，他们是在孤独的情况下死亡的，家人是没有办法陪伴他，握着他的手啊，让他平安的过世的啊。那么他过世了以后呢，会怎么样呢？啊，第一啊，因为他是因为传染病啊死亡的啊，那么他的身体啊会被处理啊，会被当成是生物危险 （biological hazard） 来处理啊。身体会穿着医院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家属都被隔离了。连最基本的寿衣啊，还是家里常穿的衣服都没办法带过来，那么就匆匆穿上这个医院的一些制服啊，包上两层保护的塑料袋，那么棺木也得完全封闭，那么身体还给家人过后呢，三天内就得下葬或者火化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算有葬礼哈，亲友也无法出席，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被隔离了啊。那么或者呢？亲友也不敢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家都希望啊，老人家能够有个体面的身后事。那么这种情形能算是体面的身后事吗？啊，绝对不是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过一些情形啊。那么怎么样的情形呢？就是病人已经过世了，但是照顾他们的家人呢，很可惜还在被隔离。因为他们被隔离的关系呢，连身体都领不了，结果身体就在医院的这个楼下的停尸房啊，放在那个雪柜里面呢、等到好几个礼拜过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后，等到家人隔离出来了，才能够领身体去办身后事。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有最基本的这个做人的尊严吗？死了以后还被当成一种生物危险来处理，这个是老人家希望的一种善终吗？绝对不是的啊，绝对不是的。那么在我们这一科，我们就看到了好多起这种很心酸的一些事项，所以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真实的故事，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要把这个新冠病的死亡就当成是任何一种病的死亡。我们希望我们往生的时候都能够平安安详，有家人陪伴，能够安详的离开，而不是这么样草草率率的处理啊。那么甚至呢因为这种特殊情况呢，家属会有一些病态的哀伤反应。怎么说呢？如果有一个人过世啊，家属当然会伤心，但是隔了几个月，隔了几年，家属会慢慢的能够适应他自己的生活，能够恢复到他的这个工作职场去做工去照顾家人等等。但是有时候一些悲伤反应呢就非常剧烈啊，比如说如果说这种死亡的场景是突发性没有预备的，
主使啊，还是说被影响的家人呢，就是存活下的家人呢，跟他有着相依为命的关系啊，还是死亡场景不寻常，还是病人死亡以后家人缺乏家庭跟亲友的扶持，就会出现这个病态的哀伤反应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就是重症的病人呢，他的家属有很多这些 risk factor 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就是假设是新冠病死亡的话，是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就是他会出现这种问题啊。那么有可能是亲友传染给这个已故的家人的。那么场景，死亡的场景寻常吗？绝对不寻常啊。那么同时为什么会缺乏家庭跟亲友的扶持呢？因为家的亲朋戚友也被隔离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多的这个家属会有很大的愧疚感啊，他们甚至会告诉医生啊，你能不能够不放弃急救，继续啊，让他去这个加护病房插管也好，你一定要让他活着，等到我们隔离出来，让我们看最后一面。但是有时候老人家这种情况下就会很辛苦，有时候我们就要提醒家人，你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好，还是为了老人家好啊？这个是我们也要注意的东西。那么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哈，那么新加坡已经超过80%的人口接受了两剂疫苗，就是等于说是免疫了那么甚至7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呢，也有85%接种了两剂疫苗。那么现在来讲，我们安全吗您安全吗？我们是否已经达到了群体的这个免疫的效果呢那么我在这里巩固一下赖教授提到的一些重点那么在新加坡来说现在的这个流行的这个病毒的毒株是属于德尔塔 Delta 病毒它的传染性是一个人可以传染到5到8个人的现在的数据偏向于8个人那么比起原有的病株它传染性可能只是2到4左右那么假设一个人没有接种疫苗，面对德尔塔毒株，没有接种疫苗的病人更可能的出现重症第二，未接种的人当然更可能传染病毒那么我们要记得赖教授刚刚有提到，疫苗本身能够减低一个人患上德尔塔毒株这个病毒的这个可能性，但是保护性可能只有40%这个是部长也提到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病毒的毒株还是1-2年前原有的毒株的话呢可能现在的疫苗就会非常有效，但是因为它已经变种成德尔塔病毒了，所以疫苗的保护性已经显著的下滑。那么如果你已经接种了这个疫苗，那么恭喜你，因为你被感染的这个概率也就比较低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你接受了疫苗以后发生重症跟死亡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的低了那么甚至我们本地的数据也显示说其实在染病的初期不管你有没有打疫苗，你身体里面的你里头的这个病毒的这个分量其实是相等的那么打了疫苗也是相等的，但是过了大概5天过后，接种疫苗的人呢，他的这个身体里头的这个病毒毒株的量他就会很快的下降，他就不会这么容易传染给别人了那么所以呢接种疫苗有几个很大的好处，第一保护自己，第二保护家人那么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记得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新加坡卫生部过去28天的统计数据，我刚才也说了那么未接种疫苗的人呢，18天里头呢就需要去需要氧气有重症的问题有需要 ICU 还是死亡。那么接种疫苗的人里头呢只有 0.78%， 所以保护率是10倍左右像赖教授说的有些数据显示是15倍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多数的人的副作用只是简单的几天的一些发烧疼痛，那么划不划得来呢？当然划得来那么老年人能不能够通过自我隔离来保护自己呢？不行的赖教授其实刚才也有提到如果你打了疫苗也好，还是没有接种疫苗也好，尤其是你没有打针的话，这几个月请务必远离拥挤的场所那么在家中自我隔离当然还是会有点作用，但是随着时间一定会降低。为什么呢？因为社区的感染一定会在随着时间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么家人传给这个老年人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群体免疫啊，那赖教授也提到了啊，群体免疫的意思就是假设很多人都接种了疫苗，它就形成一个无形的保护层啊，保护一些在社会里头没有接种疫苗的人，那这是我们所谓的群体免疫。但是群体免疫在我们这种情形呢，这个德尔塔病毒的肆虐下呢，已经不能够成立了。为什么呢？因为德尔塔毒株它感染性非常强，那么你接种过后呢，很多人甚至毫无症状，但是毫无症状不表示你身体上没有病毒，还是有病毒，你的病毒的量可能跟没有接种的病人的量是一样的，一感染它的前几天的这个量是一样的，可能感染五天过后才会开始下降。那么国家现在也在慢慢放宽这些措施啊，这些管制，那么社区的感染数目一定会直线上升，好像这几天我们看到的啊。那么部长昨天也已经说了，那么因为人数越来越多，我们能够有效追踪接触者的这个能力 contact tracing 的能力也已经不能够办到，因为太多了啊。这种情形下呢，要达到群体免疫已经是非常困难，甚至已经不可能的啊。那么在这里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大家可能已经有看到了啊。那么这是一位啊患上这个新冠病的一位老年人呢，他家属已经全部都接种疫苗了，他本身就快要接种疫苗了，但是当天啊前几天有些不舒服啊，他就延后。但是很可惜的是，他还没有接种疫苗之前他就染病，结果就在医院就往生了啊。那么他的这个媳妇啊非常勇敢，这里也很感谢他站出来啊，和大家解释说其实他们也是很后悔啊，为什么不能够及早的让这个老人家去注射疫苗，有可能就可以避免这个危机，这个悲剧啊。那么当时呢，这个报纸上是这么说的啊，他的媳妇说，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事态的紧迫，这让我们很后悔。这个报道哦是8月报道的，8月12号，现在已经间隔接近一个月了，局势变得已经比一个月前差了很多。这个时候如果再不打疫苗啊，可能我们会终身后悔的。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啊，考虑清楚啊。那么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海峡时报呢啊，就是我们新加坡的主要的这个媒体嘛啊，就已经引述很多不同专家的一些研究报告啊。这里我总结一下啊，比如说这位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这个副教授 Dr. Alex Cook，他说了，如果老年人的接种率是 80%、我们今天已经是 85% 了，接下来一年可能会有1000人死亡、那么假设接种达到 95%， 可能会有几百起死亡病例一年内，甚至可能它不是一年内、因为前面的几周啊几个月啊，人数感染的人数会很大、那么很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出现几百起死亡的案例。那么另外一位国大的这个副教授呢，他也引述另外一个国际的这个学者，他的这个数学的这个 model 啊，他们估计呢，明年来说有可能会有2100个需要 ICU 的年长病患，其中会有480个人会死亡。所以在八月份，政府已经在间接的在告诉民众要提防了啊，那数目要开始越来越高了，死亡人数会越来越多了啊。但是不知道大家有留意到吗？那么同时呢，他也提到已经接种疫苗的家人在被感染后还是有可能在毫无症状的情况下把这个病毒传染给一些孱弱的年长者，无心的，但是他们会后悔一辈子的。那么我们部长也提到这1000个加护病房的床位啊，说现在新加坡能够有这个可能性啊，能够提供1000个加护病房的床位来抢救一些重症的病患啊。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大家心里想的1000个 ICU 床位可能是照片里头这样的情景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需要1000个，甚至我们需要几百个加护病房床位的时候呢啊，那么基本上我们的医疗系统就已经瘫痪了，我们紧急部门多数就不能够接收任何其他的普通病的病人，只能够接收紧急的非冠状病的病人，还有冠状病的病人而已啊。那么所有那些 elective surgery， 那些非严重的这些开刀的手术需要无限期延后。
那么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很多外诊啊，专科的外诊也开始要逐步的减少，因为我们知道这几个月会有很多的冠状病的这个案例会需要住院啊。那么更可能的是，假设我们真的出现需要几百个加护病房床位，它的情景是非常混乱的，就好像好像这个是巴西的一个照片，巴西的加护病房就是这样子。而且照顾他们的人呢，很多都不是加护病房的专科医生，很多都是内科的医生啊，充当 ICU 的医生来照顾 ICU 的病患。那么你觉得说这样合适吗？所以我说到这么多呢，主要就是希望大家重新考虑一下啊。假设还没有注射的话，注射疫苗的话，请大家赶快去注射，因为这几个月啊，尤其是这一两个月啊，上升的数目会非常的快啊。那么在这里再注重几点，冠状病是由唾液跟唾沫传染的，所以请戴好口罩啊，维持安全距离。像赖教授说的，戴口罩也要戴好，不要把它挂在鼻子下面，还是讲电话的时候就把这口罩拉下来啊。那么有些人甚至咳嗽的时候，就是下意识的把这口罩拉下来，那么更糟糕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病毒也可以通过触摸一些有病毒的一些 surfaces 啊，好像桌面啊等等啊来传播。那么因为我们常常去触摸了桌面啊等等地方，过后去触摸鼻子、嘴巴等等地方，那么就会通过这种方式传染啊。所以我们要勤于洗手，勤于消毒接触的一些接触面啊，这是另外一个需要注重的东西啊。那么如果染病了怎么办？这里我快速的结束一下，因为超时了啊。第一啊，医生会衡量去到加护病房的生活率高不高，生还率高不高。假设是一个年老体弱的病人，生还率很低，那么治疗的负荷很高，生活质量又不好，他本身就算能够存活，他自己照顾自己能力也会很差，那么加护病房的医生可能就会做个决定说不能够收他了啊。那么所以如果你是个还没接种疫苗的病人，尤其是如果是老年人的话，那么你要先考虑清楚，像我刚才说的，假设发生重症需要去 ICU 接受治疗，你是否真的需要，是的，真的需要要去这个 ICU 接受这些插管啊等等。有些人会觉得说划得来，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可能年纪大了，我也不想受这些苦。假设你有这类型的想法，务必要跟医生和家人谈清楚啊，不要让这个家人在紧急关头就开始内疚啊、慌乱啊，因为不明白您的想法，那么就做一些比较冲动的一些决定。那么这是我最后一个 slide 了哈，我主要提醒大家，这就是我们今天谈的内容啊，重症的一些症状、隔离的一些痛苦啊、病毒一些特殊的一些属性啊，包括 Delta 啊这个德尔塔病毒的一些特征。那么假设染病以后要怎么办啊？怎么保护自己啊？要把自己的想法跟家人先分享好啊。那么这里再提醒大家，连我们总理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70岁了，他也是以前患有癌症的，他也去接种疫苗了。很多社区的老年人也接种疫苗了，这是一位102岁，我们新加坡最长寿的存活者，就是他患上了这个冠状病，但是存活了。但是我们不要带有这个侥幸的这个心理啊。那么我可以这么说啊，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到一年内啊，可能全部的新加坡人都会感染一次 但是你可以选择你的身体生出抗体是由这个疫苗产生的，还是染病过后产生的。现在趁你还有这个决定权的时候呢，就要好好的想清楚，好好的考虑清楚，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周遭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啊。谢谢大家。谢谢梁医生为我们细心的分享了这么严肃的课题。我们现在正式进入问答时间，请大家继续在 chat box 中发问，我们将尽量请两位医生为我们解答。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赖教授，有些好多人在说，因为他们其实家里全部的人都接种疫苗了，但小孩无法接种疫苗，对这些无法接种疫苗的儿童，他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因为他们其实心里是非常紧张的。所以首先要讲的就是这个给孩童用的这个疫苗呢，大概要等到年尾或者是明年年初才会有。基本上在小孩时，如果我曾经说过的，如果那个新冠病毒在我们的社会不会太严重，
像小孩子感染到的这个风险就会低很多。小孩子本身这个风险不是很大啊，他们重大不会很大。不过如果你看这几个礼拜，因为在社区里面这个病毒慢慢增加，这个感染到病毒的小孩子会慢慢比较多了。当你有很多很多孩童感染到这个新冠病毒呢，就有一小部分可能会比较严重一些。这是在国外看到的例子，比如说在美国，前一阵子在这个以色列也是有看到这种现象。所以最重要要避免这个问题，就是减少我们在社区里面的这个病毒。所以成人去打疫苗，有出门在多人的地方很重要的要戴好口罩，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尽量就是注意小孩子，如果太小的孩子肯定是会不可能戴口罩，如果比较大了的叫更没口罩，不要说政府允许小孩子不戴口罩就不戴口罩哦。如果那个小孩子本身懂得这个事理肯戴口罩，就这样戴口罩哦。谢谢赖颖教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其实很多人都说，既然要戴口罩的话，有没有一些特别因为他们有些说已经布料做的口罩其实已经不是很有效了，就说建议说只用那个外科口罩，是有这样的说法吗？对，之前因为那个旧的这个病毒跟这个那个变种病毒，它的那个传染力没有这样高，所以我们就说一般的口罩就可以了。等到这个 Delta 到达之后，我们发现这个 Delta 如果一个人感染，第二就传给八个人，然后那个传染期会比较长如果没有注射疫苗的话，这样呢，这种情况我们说要用比较好的这个口罩基本上用这个纸做的口罩呢要三层的。然后你在那个你买的时候呢，看那个盒子，他应该写95% 或98% 有效，而且完全没有写这个百分之几的这个效力的，基本上那些是假的口罩哦。然后这个布做的口罩呢越厚越好哦，所以你看那个政府给的口罩呢基本上比较厚，可以我们就是去年很多人都自己做口罩，有些太薄了所以这个布做的口罩呢越薄就越没效哦，那口罩戴在鼻子现在的景象上就没有完全没有效，不管你戴什么口罩都好哦。好的，谢谢赖教授。梁教授，我想请问有观众在说，在什么情况下一个COVID-19 新冠病患者会被决定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救了，然后让辞完医疗照顾。哎，那么这里我先要声明哈，那么第一任何人患上新冠病毒，医生的责任都是要在抢救病患，延长生命，让病人能够生还那么假设医生判断在接受治疗过后呢，可能肺炎变得很严重那么需要通过各种辅助的仪器来够存活，甚至出现多重的器官衰竭很多最后身亡的这些病患其实都是出现多重器官衰竭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医生就会转介给我们慈怀疗护科的医生医疗团队帮忙照顾，帮忙配药，让他们能够症状方面能够得到舒缓，能够比较平静的离开但是不表示说是病人是在已经药食无灵，已经肯定会死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被叫进来。有时候是他们还在接受治疗，但是因为治疗的时候很辛苦，所以我们会进来做当成一个辅助的作用开些药让他比较舒服，不要慌乱，能够配合治疗的进程这个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好的，谢谢梁教授。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网络和社区媒体上散播之来自本地和海外有许多关于新冠病毒的资讯和谣言有些谣言甚至说他们是来自医疗人员或者其他专家学者了。民众其实尤其是年长人要怎么样判断这些东西是真的假的，就是说有些说你吃了某些东西增加抵抗力就可以不会受到病毒感染，这些他们应该怎么样进行这样的一个判断呢？首先
要讲的就是在这个社交网上啊，或者是在那些比如说 Telegram 或者是 WhatsApp 这种没这种转件上的资讯啊，你不可能知道那个人本身是真是假啊，谁都可以讲自己是医生或者是专科，可是当他告诉你的资讯跟卫生部或者是政府或者是这个国际卫生组织的这个资讯有相差，那你就要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这个差别哈？因为如果你听了这些谣言而不去打疫苗或者不戴口罩而感染到这个新冠病毒呢，对他们来讲是完全没有影响的。而对政府对医药人员来讲呢比如说梁医生或是我本身呢，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照顾你们啊。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医药人员跟护士啊，都没有休假过一天了，所以要了解到这些你不认识的人跟你讲的话呢，听听就好，不要去相信哈。因为如果政府跟你讲不正确的东西呢，他要负责的哈。这些不知不知名的人跟你讲的东西呢，是很难相信的，听一听一下就可以。有些人甚至告诉我说，那个 Dr. Leung Ho Nam 是有一个感染病科的这个专科说这个温水可以杀病毒。我肯定 Dr. Leung 从来没讲过这个问题，我就没有回答，我回复这个人啊，所以这很明显的，对我来讲是没有逻辑的啊。好，谢谢。赖教授，还有另外问题是说，加强剂疫苗，真的有必要打吗？如果我需要打加强剂疫苗的时候，就 booster dose， 可以混打其他不同的疫苗吗？然后，所以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有做本地的这个研究工作，基本上那个抗体呢，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就会慢慢的降低，然后60岁以上的这个民众呢。会比较我们观察到这个现象然后我们也知道在国外在国内也是一样如果那个人本身有那个免疫系统低的这个病患，比如说疑似器官的这个病患，他本身对那个第二剂的这个病这个疫苗本身的反应也不大，所以我们才会提议到要打这个 booster 不过就算你不肯打的话，比如说你60岁你觉得身体健康好就算那个抗体低了，可是还是会保护你不会有严重的病毒。最重要是要打头两针目前还有大概12%的这个成人，包括这个年轻人，因为12岁以下大概是9%，12%的可以打这个疫苗还没有打疫苗的人呢，这些是高风险群。但是已经打了两剂的这疫苗的人基本上是安全多了，所以我们就 注重于那些年迈者。我跟你讲过了，年纪越高风险越高年纪轻基本上是比较好。谢谢。然后另外问题是在从就是新冠肺炎的病患者多久过后才能再接种疫苗，还是他有必要接种疫苗吗？对，所以我们知道呢，当你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本身会产生相当好的这个免疫能力，可是免疫能力呢也不是长久的。然后国外的这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研究显示出，比起有两组人，一组是康复了的新冠病毒病患，另一种是康复了新冠病毒的病患打了一剂这个疫苗，那个有打了一剂疫苗的这个康复的。新冠病毒的病患呢，他们的免疫系统更加强，所以我们提议呢，就算你康复之后呢，也是要打一剂的这个疫苗。首先有些人讲，我为什么不要靠自己的这个抵抗能力去感染病毒，而加强自己的免疫力？其实这个新冠病毒是一种新的病毒哦，你感染之后呢，首先有死亡的风险，第二件事情，除了这个肺炎之外呢。就影响到你的这个心脏甚至脑部10%以上的这个病患呢会有长期性的病症，所以如果你没有感染到呢，最好是不要去感染可是如果不幸感染到呢，就
至少要打一针那个疫苗。好，好的，谢谢赖教授。梁教授，他有问观众在问，冠状病毒死亡病例大多数是患有其他疾病的年长者，很多也没有接种这些疫苗，所以慈怀疗护病房中的病人是否会安排接种这些疫苗呢？还是他们有必要吗？因为他们如果是在慈怀疗护，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哦。那么在半年前呢，或许我们在医院里头啊，我们就可能就不会去鼓励寿命预估啊只有六个月以下的这个病人呢去接种疫苗。但是六个月前新加坡的这个传染率是相当低的啊，但是现在的情形已经扭转了，也就是说在社区的感染的危险性越来越高啊。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末期病的病人，如果患上了这个新冠病然后死亡的话，他们的场景是相当悲惨的。有鉴于此呢，那么在政府医院也好啊，在慈怀疗护的病房也好，医生都在积极考虑为一些生命长过一个月的病人接种这个疫苗。比如说我知道托福园呢，就是一个慈怀疗护的医院啊，已经开始鼓励一些患上长期病末期病的入住的一些病人，少过三个月寿命的病人，但是多过一个月的病人哈，考虑接种这个疫苗，所以我们已经在实施当中了。谢谢。另外一个问题是赖教授的，他说因为现在的辉瑞跟莫德纳疫苗我们在用的都是 mRNA 为基础的疫苗，它会改变我们的基因吗？长期来会这些疫苗会对我们有什么副作用吗？所以如果说十年后二十年后没有副作用呢，那我肯定就是说谎是吗？因为目前都没有十年二十年的资料，可是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这个核糖核酸在人体里面呢最多是几天的过程，然后它会刺激到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这个抗体，还有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细胞来帮我们防止病毒，还有防止严重的这个新冠病毒然后这个科学界有就做进一步的这个研究，就是说那个核糖核酸本身能够进入这个人的基因里面呢，那答案是不能的。所以可是有些人就是歪曲这个科学研究来告诉民众说这个核糖核酸的这个免疫这个疫苗会影响我们人类的这个基因。这个是误导啊，它误导的基因何在呢？我也不知道。不过如果你因为听到这个误导而不去打疫苗而感染到这个严重的这个新冠病毒呢，这些人就是要负这个责任啊，对你要负这个责任。OK， 这里我也要强调一下哈，那么假设大家不能够证实自己讯息的可靠性，就不要以讹传讹，把错误的讯息继续发给其他的族群。不然的话这种效果就会导致更多人产生恐慌，不敢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如果你自己不打，就不要把错误的讯息或者自己不肯定的讯息发送给朋友。谢谢大家。还有另外问题是说，老人家节俭戴过的口罩用清水洗后再戴，这样子的口罩还有防御效果吗？如果是指这个三层纸做的口罩是不能够洗的哈，其实现在口罩是蛮便宜的，因为去年那个缺乏这个供应就比较贵，会比如说20块一盒。可是根据我跟那个朋友的进来这个聊天，这现在的口罩已经便宜很多了。布的口罩是可以洗的啊，不过要给它晾干之后才可以用。谢谢。然后有一个观众在问说，有一个20岁的少女下午刚接种了疫苗，然后晚上就觉得其实身体状况没有什么不同，也觉得身体状况良好，她晚上就去跑马拉松了，这样子其实是安全的吗？所以我们目前是这样讲哈，因为我们知道在年轻人，不管是男的女的，都会有一个虽然这个风险，就是这个心肌炎的风险不大，是10万人里面只有一位哈。可是生命是重要的，不要去做无聊的这个冒险。我本身是在第二天打了第二剂的时候，有去这个慢跑，
这个回想也是蛮也是也是蛮蛮的蛮冒险的，因为我发觉这里跑的没有比以前这样快，之后幸亏后来休息了之后就好一点啊。所以目前我们对这个疫苗已经了解比较多了啊。打了疫苗之后呢，不管是第一针或第二针，就是先休息两个礼拜再做运动，千万不要认为我年轻我这个体能好就做那个冒险的这个活动。谢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因为Sinovac 跟 Sinopharm 就是是传统的灭活疫苗，它是否比 mRNA 有效？他说，因为比较中国和美国现状的疫情，他说好像是美国比中国严重很多。所以这种观察是错误性的。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数据这么低呢？因为中国本身呢，它已经将这个国界关闭了差不多一年多两年的哦，而且你要进入中国呢，也要做这个隔离，很在两三个礼拜才会这样在社区里面活动，所以这种情形是能够防免这个新冠病毒传染的一种公众卫生的措施。可是很多国家包括新加坡是不能够这样做的哦，因为我们真的完全关闭这个国界呢，像我们的食物啊，我们的商贸啊，甚至哪里来呢？就算在中国还有这样做，竟然也被这个 Delta 的变种病毒影响到啊。根据研究很明显的，最有效的这个疫苗是这个核糖核酸的啊，就是辉瑞跟这个Moderna，接下来就是那个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还有那个这个 Sinopharm 国药。虽然本身是不错的国药哦，再接下来就是詹森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科兴本身的这个研究显示是说，六个月之后啊，那抗体完全撑不到了哦，要打第三针才能够使那抗体恢复到大概阿斯利康或者是国药塞诺法的这个程度，所以你自己考虑一下吧，好、哦、我们本身不是排挤中国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们是要靠科学来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16岁的少年，他的脾脏因为交通意外被完全割除了，他还能够打疫苗吗？是可以的啊、因为如果你割了脾脏之后呢，这个是抵抗力比较低了哈、啊，然后这疫苗打了比较安全，因为不会如果感染到病毒也不会这样严重啊。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关于磁环医疗磁环疗护，他说如果一直这样子隔离的话，其实对磁环疗护病人其实是非常。对身体心理上面是非常有创伤的。他说磁环疗护医护人员会以什么方法让他们能够跟家人接触吗？这个就是我们非常头痛也非常伤心的一个问题啊。像我刚才提到的，假设我们能够真的促成就是家人和即将死亡的这个病人哈、能够做肢体方面的接触，多花点时间互相陪伴，那个我们非常的乐意。但是因为要避免传染疾病哈、传染性疾病传染给其他的在病房住院的病人啊，甚至是医疗人员啊等等啊，那么我们现在来讲无法让其他的这个病人的家属能够进去触碰我们的病人，只能通过电话啊、tablet 啊、iPad 啊等等媒体来看视频啊，让他们多做一些沟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磁环疗护医生最心酸的一个事情。我们平常能够做的东西啊，能够做的完善的东西，好像照顾家人的感受也好啊，照顾病人的这个心理状态也好啊，现在都没有办法做到了，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如果一个病人患有些长期病，甚至是严重的病，你要考虑啊，要不要去打这个预防针，打这个疫苗。谢谢。还有一个有问题是问说，接种疫苗后会对人体的抵抗力造成不良影响吗？他说我接种疫苗后发现身体似乎比较容易疲倦，也比较没有精力。
根据研究呢，因为在这个疫苗这个发展过程中，他们有测量各种不同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器官功能，是完全没有长期性的这个效果的、哦、而现在这个时期真的是很难讲为什么会觉得疲倦、哦、因为、有时又说不可以出门，有时可以出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的消息啊，总是给我们带来负面的精神上的影响，所以虽然我刚才有说睡觉休息跟运动呢，基本上不能够防止这个冠状病毒，可是基本上在这段时期里面呢，我们多休息多运动就能保证精神上的健康。在这个打了这个针之后呢，这个疫苗之后呢，大概一个礼拜左右你会觉得比较累一点，之后呢就应该能够恢复完全正常。所以他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打了第二次、打了两次的疫苗之后，如果感染到新冠肺炎，就是您说他会症状会非常轻微，那会不会这样子患者认为自己其实是普通的伤风咳嗽而已？他怎么会知道自己是不是被感染了呢？所以这个就是主要的问题，不是吗？所以我们就说什么，就算我们就要提倡要这个好好的戴口罩，因为本身可能不知道已经感染到这个病毒、哦然后你就会到处去在社区里面去走动，比如说去这个小贩中心，去菜市场去 shopping 然后跟人接触的时候又会拿下口罩，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甚至没有什么严重的这个，甚至不知道你自己有感冒、哦、这样你就会传染给其他人，所以我们要如果继续开放的话，我们就要将这个尽量减少传染这个病毒，这样怎样去减少传染这个病毒呢？就是当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呢，保持戴口罩然后那要当然我们人不是不能够完全跟群众隔离的、啊、就好好看清谁是你好的朋友、好的亲戚、好的家人哈 我们人不需要太多个朋友、太多个亲戚的、啊、可是那些有关心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呢，我们就多关心他们的下。那些整天不看你今年才给拿红包那些呢，那些就减少一点接触，要减少点风险、哦、这里我再提一下、哦、就是在所有的 药房就是 pharmacy 你可以买那种 ART 就是自己检测的那个小仪器、哦、一个大概10块钱左右、啊、有些是一双啊，就20块可以用来自己在家里测量是否已经染病，如果已经染病千万不要讳病忌医，你还是要去找一个医生去检查，做那个更详细的核糖的那个检查，检测是否是正确的、哦、这样才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问说他打了有观众说他打了第一剂辉瑞疫苗以后发现有敏感，然后不能医生不允许他打第二剂，他在什么时候他是否他在什么时候才可以打科兴或国药，或者他需要打两剂吗？对，所以如果那个医生真的是检查之后说你这个是真的是对这个疫苗有敏感，目前我们就是提议要打两针另外一种疫苗哦。那这个疫苗现在有的疫苗就是这个科兴这个通过这个卫生部目前那个确获。根据昨天的报道待到九月尾就会新货来然后这个国药通过这个私人药房也有，不要打两针不能够只打一针，所以打了一针科兴之后呢，不打了一针这个瑞辉之后呢有敏感的要打两针这个科兴或者是国药。多久以后才能打？通常是当你这个过敏的程度降低之后呢，我们目前这头一针的两针大概是那个中间的这个时间是4个星期所以首先你要等那个过敏的症状完全消失了然后最早是4个礼拜后不过如果就算是等了3个月也没问题，等6个月也没问题因为在国外我们发现这两针这个时间呢、啊，其实如果越久，那个第二针的反应会越好。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打要四个礼拜能打呢？因为地震保护效果比较低，目前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蛮严重的，所以就不要等太久。不过如果你因为有任何原因，比如说生病或者是敏感，不用打第二针呢，这样在第二针就算是等了四个礼拜或者是三个月之后呢，也是没问题的啊。你等越久，那个第二针的反应就越好。请问科兴是 Sinovac 啊 ？Sinovac， 对。OK， 请问一下，如果打了追加剂第三支疫苗，需要隔多久才可以打其他的，好像 pneumococcal 或者感冒其他的感冒副 vaccine？ 嗯，所以在国外呢，其实你不用延迟打那个其他的疫苗的哦。我们就是因为起初怕那个如果你又打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又打那个肺炎的疫苗，又打那个流感的疫苗，如果有了那个副作用，你也不知道是哪一支疫苗导致的，所以我们就讲两个礼拜哦，两个礼拜。不过如果现在，因为现在时间，其实现在如果你问我有哪一种疫苗是最重要的呢？比如说你们有任何人目前900个这个听众没有打疫苗的，今天就可以去打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或者你家里有老人还没有打，今天就可以去哦。这个因为新冠病毒现在比较严重啊，那个流感的这个病毒目前比较少啊啊，然后两个礼拜去打那个肺炎疫苗，肺炎疫苗，肺炎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好的，有人在问说他的年长者接种疫苗的副作用和年轻人的副作用有没有不同？其实我们知道哈，打针之后呢，会有时会大概10%会发烧，其他的病会那个注射那边会疼痛，有时候会觉得累或者头痛之类的。这些副作用呢，在年轻人比较多，年长者那个副作用是很少很少的啊。我的父母亲是80多岁了。他们打完之后，我就担心，就问他们说，完全没有副作用，所以其实对这些普通的副作用呢，越老，那个副作用的这个几率越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问说，既然现在国家的接种率已经很高了，而且疫苗也会保护我们，那为什么医院不允许家人探访患上新冠病的老人，如果家属签字同意，他承担风险，那可不可以在病房陪伴病人？那他们就不会这么恐慌无助了。这个可能由我回答哈。那么基本上我们不能够让家属进去陪伴老人家，因为如果家属也因为这样子染病的话，那么刚好又是已经注射了疫苗，完全没有症状，那么家属在进出医院病房的时候，有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的家属探访的家属，还是其他的有病的一些病患，那么可能就造成在医院里头出现大规模的感染医院跟社区是不一样的，医院里头的病人都是比较多长期病啊，比较孱弱啊，年纪比较大的病人，那么我们更需要保护这个族群。所以当然我们很了解大家的痛苦，大家的哀伤，但是为了保障各个病人啊安全，我们只能够做到 这么多了、所以请大家能够体谅。可以请医生解释一下ART 跟 PCR 的不同吗？因为什么做了 ART 以后还要继续再做一次 PCR 才可以确诊？我可以解释它的分的区别，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是政府的决定，我很难解释哦。这个 PCR 本身呢，是它那个测验到这个病毒的这个效果是比较高的哦。基本上如果你做那个 PCR 测不到病毒，你就是没有病可以感染到。可是这个 ART 本身它能够测到的病毒比较低，是80%左右。不过这个 ALT 测到的这个病毒呢，基本上是比较高指数的这个病毒感染，所以如果你在的 ALT 测不到呢，就比较没有这个传染性有这样高。ALT 的好处是在于你可以自己做，然后15分钟之后就到这个报告。那 PCR 本身呢，要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做，如果我们在医院做的话呢，比如说要隔天才知道那个报告。也会比较贵，那个 ALT 本身你在药房买才大概10到15块，那 PCR 本身呢，如果你要去做测量呢，大概是150到200左右吧，是蛮贵的，所以是有区别。
这个这 PCR 跟 ARD 怎样使用法呢？这个是看不同的这个医院跟不同的这个政府政策而断定的。我就这么意思，就很难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好的。他说现在他的有观众在问说，现在的工作场所有人感染新冠肺炎了，那我现在上班的时候需要戴 N95 口罩吗？这个 N90 的口罩啊，不是想戴就可以戴的啊，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比如说大型或者是中型的啊，我本身就要戴大型，那个中型的都戴了它的，这就不符合我的这个脸型，所以基本上普通的群众呢，其实戴这个这个外科面罩就可以了的啊，虽然说因为我们在医院的话，那个这个 N95 啊，要通过特别的测验就知道是哪一型跟哪一个这个尺寸是合我们的，而不是说我去买 N95 就可以自己戴的。还有他的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他的家庭女佣现在印尼的时候接种了一个疫苗，然后他来新加坡了以后，他是否可以接种另外一个不同的疫苗？对，关于国外注射的疫苗，根据政府的这个解释，就是说你需要去诊所先验血，看那个有没有抗体，然后呢，他们也会看你那个注射什么疫苗，然后再做决定。你可以再接下来去接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Pfizer 或是 Moderna 的疫苗。因为国外的接种是很难确定的，对吗？因为有时他们说我有接种，也不知道他的有没有真的是注射那个疫苗所以要先通过验血证实有抗体有没有抗体。如果有抗体的，你要不要再接种这个辉瑞跟这个Moderna是你本身的决定。不过我本身就会提议注射，因为它边比能够使比较高的抗体。请问还有问题是问说一个正在哺乳的母亲或者一个怀孕的妇女，她适合接种疫苗吗？可能是哺乳的母亲吧，是 breastfeeding。所以我们知道刚才有解释过了，当你还没有当你怀孕的时候呢，起初我们就担心这个疫苗会导致对婴儿的不好。可是现在在国外包括我们国内已经有很多研究知道是那个疫苗对这个怀孕的这个风险很低很低，跟你没有这种疫苗的这个风险是一样的哦。因为不管是你有没有这种疫苗都有某一种的这个怀孕都有某一点的风险，比如说有流产或者是这个婴孩的这个发展不齐全，很低，不过都会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目前我们知道了，如果你怀孕呢，最好是尽早接种疫苗，因为如果你不幸的感染到病毒呢，那个会影响到那个怀孕，包括流产，孕妇本身需要氧气的风险也高了很多啊。所以为了保护孕妇跟保护那个婴孩，很重要要接种疫苗。然后在这个哺乳这个婴孩没问题。因为那个抗体本身啊，那个孕妇的抗体也会通过那个母乳保护那个婴儿。好的，谢谢赖教授。他有一个问题是梁医生，请问若心房瓣膜老化，若打疫苗出现血栓，会增加心脏衰竭风险吗？他父亲近百岁。你可以再重复你的问题吗？就是假设他的心瓣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 calcified bicuspid or something， 然后他打了疫苗会出现血栓或会增加心脏衰竭的风险吗？据我所知是不会甚至我可以说，如果患上新冠病的话，病人血栓出现的可能性会更高所以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还是应该接种疫苗的。Okay， 这里我可能回答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观众他是向我们直接
发问，所以不在这个 chat group 上面。他说，哎，为什么现在打的疫苗越来越多，反而病毒的这个人数越来越高，是不是因为疫苗没有效果啊？那么我再重申一遍哈，那么刚才廖教授和我都有提到，之所以我们虽然接种的大概80%的这个人口，但是病毒越来越多的原因是因为第一，这个变种的德尔塔毒株的感染性更高啊。第二，因为政府已经趋向于让社会能够与这个病毒共存，所以很多的这些原有的一些措施啊，包括海关啊、人与人的一些交流的措施都已经放宽。那么这种情况下，病毒传染的这个几率啊跟速度当然也会更快啊。第三，我们也知道说现有的这个疫苗对德尔塔这个毒株的保护性啊，就是避免我们受感染的这个概率，它的保护性已经降低了，但是它还是能够很有效的减少重症跟死亡，所以希望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他是在问我们应该怎么样为小孩做心理建设，当他们说好像他们感染疫苗感染这个病毒以后，我们可以有什么，尤其是对小孩或者年长者，可以做一些什么心理建设上面的辅导吗？counseling for yeah。 这个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啦。因为当然第一，我们知道如果小孩子中的这个新冠病出现重症的可能性是相当的低，但是因为不管怎么样，新加坡人口小孩子还是很多，所以就算是它的概率低，它整体受影响人数还是可能会很高，出现重症还是可能会出现的，但是概率低而已。当然如果小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可能要在医院里面隔离，之类的，那么就非常辛苦。所以昨天这个部长有提到说，如果小孩子在5岁以上吧，那么就可以不需要在医院隔离接受治疗，可能医生看了以后就能够让家人带回家，在家里隔离。具体怎么实施还要看看政府接下来的这些步骤，但是这是昨天，我引述这个部长昨天讲了一些话。他说老人家呢，他说因为老人家得病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安慰他，因为他还清醒的时候，这个很重要，那么老年人如果患病又没有接种的话，大家这个要听清楚，那么很多病人是在出现症状的5天到8天出现严重的这些问题，而且是急速的走下坡。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老年病患进到我们的隔离病房的时候，他前面的可能几天可能是好好的，能够讲话，能够吃东西，可能只是用点低量的氧气，但是他可能在5天到8天就会急速走下坡。那么家人就会很后悔，说这样子我也没有跟他问他什么东西，他也没有交代什么，就莫名其妙就这样离开了。所以这段时间就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跟老人家多沟通，让他放心，让他知道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一定会照顾好，家人，照顾好他，给他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支持。甚至你可以让一些没有被隔离的家人带一些 家庭的这些物品，他常用的东西拿给他，如果是不管什么宗教信仰也好，有些人想把一些宗教的一些东西，好像念佛机，十字架，还是念珠，都可以通过家人，拿给这个医生护士再传给病人，那么多用这个社交媒体跟老人家，沟通。更重要是先问一下老人家，假设出现重症，他想不想要去这个加护病房接受治疗，因为会是相当辛苦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点，最后能不能够去加护病房，该不该去加护病房，他衡量这个利弊，在新加坡来讲，法律上是由医生来最后做这个最后的决定的，谢谢。谢谢。还有另外问题是说，我家的父亲中风后长期卧床不起，而且无法说话也无法行动，我还有必要为他注射疫苗吗？刚才梁医生已经，提到了对吗？那有两个那个没有完全没有出门的这个病患，为什么会中到这个，新冠病毒呢？可能是我们本身家人带那个病毒进家里，可能是亲戚朋友或者到访的这个社工，医务人员之类的。所以，如果卧床有了中风，就是高风险群，这肯定就是要打疫苗的。目前卫生部有这个
医务人员上门帮你打疫苗。有这个听众说要问关于 Novavax 这个疫苗这个问题。这个 Novavax 疫苗本身不是核糖核酸的，它是蛋白组合的一种疫苗，它能够导致的这个抗体是蛮高的。可是这个公司本身呢、这药厂本身是相当新，所以它虽然成功的制造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疫苗，到目前为止在国外还不能够销售到本身这个疫苗。所以真的是导致因为其他的国家包括日本也有买了相当多的 Novavax 本身。所以Novavax 疫苗本身是蛋白组织的疫苗。也是一种传统的技术。它能够导致这个抗体是很高的。已经有两个这个三期的临床研究是非常有效的。可是就是因为它这个新的药厂，它不像这个辉瑞还有其他的药厂是有经验的药厂疫苗的药厂，它本身是个像新的这个药厂，它的这个生产这个疫苗的能力想象是比较低。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可能在年尾之前会收到这个 Novavax 的疫苗。可是目前我们有越来越多这个社区内的这个Delta 变种病毒，能够等这么久吗？如果没有高风险的这个群众呢，最好是不要再等 ，OK？ 因为中到之后呢，就会后悔莫及了。谢谢赖教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问答时间其实已经到此为止了。新冠疫情看来暂时是不会结束的。诚如我们主讲嘉宾所说的，接种疫苗将能够大量减少病患的可能，以及减少如果不幸患病时的症状与死亡几率。因此我们要呼吁各位，如果您还没有接种疫苗的话，请尽早注册接种。如果您有任何对接种疫苗的疑问，您也可以去看您的家庭医生。如今社区感染率正在快速的增加，尽早接种疫苗是我们最好的保障。今天的座谈会将会上传至 YouTube 以及 Vimeo， 欢迎大家与亲友分享，让他们也能知道关于新冠疫情的正确讯息。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到这里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主讲嘉宾赖建文教授以及梁汉仪教授百忙中拨冗为我们解惑。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主办方莲山双莲寺、大悲佛教中心、福海禅寺、福善庵、观慈精舍、海印古寺、佛教广化寺、灵峰般若讲堂、妙音觉院、新加坡博奥禅修中心、妙华山自度庵、普明寺、菩提佛院以及药师行愿会。谢谢大家的出席，祝各位六十吉祥，身心安泰，周末快乐。